可关不可以，你靠得越来越近，你眼睛在看哪里，还假装那么冷静，可关不可以，都怪我生得美丽，气质有那么多情，相信我真的生气。Water， 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好像我们有点这个薄，又矮又胖又长不到腰，虽说有点可爱的味道。小姐，你是谁家的城堡？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？挡到电视真的看不到，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那你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身旁空气，想念你坏坏眼睛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搞笑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客观客观客观，不可以客观。客观客观，你在哪里？客观客观客观，我想你。小姐，真的，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为什么会叫小姐？小姐这个词是吧，有点中性，但是呢，现在一般都叫女士了。谢只看只听不说话的超级火箭，我觉得最后一分钟应该十名以后的不会偷塔吧？那偷了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没有关系，十全十美，我很满意啊，这都是大家的支持还有大家的努力，然后才让我走到了这个名次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